纳税者权利保护法于106年12月28日实施，基本生活费不课税，107年申报106年度综合所得税时可适用，设置税务专业法庭，落实专业审理，设置纳税者权利保护官，协助纳税者进行税捐争议沟通及咨询。新法的改革对全体纳税者的权益保障绝对是一大要剂。租税正义为你在，赋税人权站起来。